随疾风前行，身后雨雪流星。来，你看这个单杀，一个风车道被接了伏文提布，风墙挡住超负荷之后，这波小虎，我觉得小虎有点不服气，就有点他这个英雄选择在作战情况下，这个局面有点打不过的时候，还是。一会儿就好。能打到团战之中，如果打得好，要配合岩雀封路，强行抓看看这边的话，哼，要打，直接头上来，把对方的一枪瞬间秒掉。这岩雀只能望着。随时可以起飞。这样直接必须的闪现，但是上路没有蓝的，那会去接。哇，这波反倒是激情在燃烧。但是飞机来了，飞机这边一个导弹先杀到上单，然后把扎克打出了被动了。哦，去看一下 BDD 能不能够救到自己的打野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没有 BDD 可以绑，没有 BDD 可以绑。哇，这波飞机拿下两个人头，直接三个人头开局。中单也是太大了，上单的你这边强行要把关键自己家都很脆啊，就这个时候越的话很容易可能自己家死了。哎，但这边隔墙的一睡睡到了，这次都没有双招，隔墙没不过了，墙一刀秒掉了。哇，这个脏法这波赶要出现了，但是这边打不过来，这波卡战也进场，这打一波连爆，但是卡斯克诅咒都被秒了，这波没秒了，卡斯克没秒了，卡斯克没秒了，哇，这波卡斯克要再上来了，但是没有 R 了，这边要被点一下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。来，太大了，帮忙把对方的一个输给顶走，但是这个点燃看上去一个大招，反身用大招走，鱼在那边跳闪现，往后面拉，鱼在没有死，哇，这不天秀了，天秀了。打到一次血，用在还在追开局的最后一次血被用在收掉了，单吃了这波，听到已经有完了，奥恩在救驾，用在救闪现在救我，还在封针，还在救，看跑不到，打到没了，但是用在的伤害更高，我的天，现在只剩下普瑞和 BDD， 小虎在塔后面，这个位置冰上也关两个人，那个门你怎么跑，跑不掉了，再能不能换小虎？普瑞反身一打，小虎还真拖时间，但是已经被掰掉了，但是又封针。一个护盾加子一个金钟罩，绝了绝了，灵魂舞带蓝大龙，这波时间刚刚好。